东水干果胡辣味精，下米蒸梨饭菜电动浆，不加豆粿好小难，南天碧火比较清香，丁仔大金富面强，六条英王五百丰收，事业进入第六名，求家位必是朋友记交啊。三品三官大帝，天竺太皇万福一尊，保生大帝中华万岁，观音母祖天上圣母，清水祖师三世父子，天天上帝感天大帝，保佑尊龙保佑大夫，开疆圣王马车灵光，本属圣皇本敬佛祖，国家雄伟，一切定神，福吉财纳，圣旨动随教父金水文。天论己亥年五月十五日，给你文殊求求心爱相爱，福临本应拜请。这个西凉天地开了，牛烟丁丁清风淡雨，牛烟彩气通传万里。拜请一路心香地香香氛，三通法界四要要闻，五梁三河六丁六甲新兵阵，七仙如来起龙烟，八表金灵引道祖，九霄地道太空，是去高真开讲吼，自心调理天尊，上界天地最富三元三品三官大帝，上元一品天官四王七仪大帝，中元二品下垂地官青衣大帝，下元三品界水官洞阴大帝，天官四品考教官官大帝，南丹技术元尊，三元道德文仙圣主，玉帝正尊三元道德文仙圣主，元良不王正尊三元文仙圣主，在此此心表列文尊拜请，中界天竺太阳万佛正尊，九天司令三毛金尊，三界诸尊护天大，天如天父护天大，天竺将官临民水福清官，庆秋修道清官，五位六度清官度苗红石清官，天竺将官救师降生师追师地法师，天竺烈士大福寿官，天竺有那一般情在，文雷雾波一切无尽，义工干表之时，便以下降九十九年，上清事业成功，立功太阳地分，岳父太阳地分，五峰五道五地成功，四品四要成功，南道不是烟酒时分，北道七元皆夜时分，各路修三道时分，东西中三道时分，三开花界时分，三元地主时分，二十八出时分，三十六行时分，六十六家时分，十二供分时分，东升分命关神时分，龙啊灾祸时分，大小云寒成分，普天成道，三罗万将分成，请吧。